天路是韩红的经典歌曲之一，这首歌的高音部分音域极高，虽然难度很大，但好的作品永远不缺翻唱。本期就给大家带来几首此歌的翻唱版本。王二妮，王二妮是一位陕北歌手，她的嗓音高亢有力，她对音乐作品的把控也相当到位。她翻唱的《天路》将高音部分处理得恰到好处。第二位云朵，云朵的高音也是出了名的强悍，她的嗓音高亢有力，仿佛能直抵云霄。她翻唱的《天路》一开口就给众人带来惊喜，让人沉醉其中。第三位外国歌手，这位外国帅哥翻唱起《天路》这首歌时，发音的准确，加上他本身音色不俗，自信淡定的演绎，让他看起来气场十足。最后再听听韩红的版本吧，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与歌词中描绘的一幅幅美好画卷，随着歌声一幕幕浮现在人们眼前，经典百听不厌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